书接上回，接说这段水火。上回书给您说到火烧瓦官寺，鲁智深、九纹龙、史进弟兄二人这才双阳岔路，哥俩拱手分别。史进够奔华阴县，跟着神机军师朱武等占据少华山，搁下不提。咱们得说鲁智深，您要常听水浒，您都知道这个水浒传打他而起，史进不够一回书，但是咱们要按传统说是鲁十回、林十回、武十回、宋十回，有的人说石秀够十回等等不一吧。那么这50回书是前水浒的核心，应该说是浓墨重彩最主要的篇章。不亏心的说，写的也好，您真要写到征方腊，这个书啊，水浒传就到了惨的地方了。那是后文书，咱们也暂且不提。那么鲁智深火烧瓦罐寺，这才算出胸中一口恶气。为什么？没吃过败仗，现在把崔道征、邱小雨弄死，这算趁了心愿。心里边也明白，能够逍遥的日子不多了。想那五台山文殊院尚且有许多清规戒律、条条框框，自己现在就凭着至真长老一封书信，告奔东京汴梁城大相国寺，那是有规矩的地方，恐怕自己呀要很受拘束。那么有这思想准备，来到了繁华之所在东京汴梁城以内一瞧，呵，到底是天子脚下，那做买做卖，这人熙熙攘攘，摩肩接踵，络绎往来，显得出来了帝王贵气。这才赔上一个小心，原文写赔上一个小心，跟人打听道，这要在魏州，或者说不来到首都，鲁智深打听道绝不赔小心。这人说现代话，不懂得精神文明，说这讲文明懂礼貌。过去我小时候学习的五讲、四美、三热爱，鲁智深全然的没有。你看我现在还这样，我跟人打听道，借光劳驾，老得说，跟我打听道不说这个的，不到借光想过去的，绝不让过去。其实我也把人不能怎么着了，这就从小受的这个教育问题，我接受不了。我在我们文工团传达室那打电话，有人跟我打听道，嘿，二排怎么走？二排就第二排练场。他问我，嘿，二排怎么走？我说，嘿，不认识。这个也搭着那会儿年轻点，确实难以平复这么一种，你说这不犯肝气吗？你看老人说这就是犯肝气，可是呢根深蒂固了。鲁智深这没有，但是到东京汴梁城通缉犯，因为马路上打听到，瞪眼跟打起架来，一查您这履历不错，您这上写着智深，您俗家姓什么？姓鲁，叫鲁达。关西路上魏州延安府一打听，鲁达提辖官，打死人命，逃亡在外，全国一体严打通缉犯，那就犯案了。这跟魏州不一样，这是京城，东京汴梁城当时宋朝的国都，三步一个炸着，五步一个锥子，那真得说守明眼宽的官人居多，所以跟赔一小心，也借光老家阿弥陀佛，打听大相国寺怎么走。人说您再往前走，过了周桥便是。哦，是是是，汴梁城是水城啊，河很多，竟是桥。来到了大相国寺以外，山门驻足，抬头观桥。哦，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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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鲁爷一看罢了，另有一番繁华气象。你别看文殊院700多和尚大庙，比人家这儿比不了，东京大相国寺太阔。您往后文殊厅，这个智真跟智清两个长老有本质上的区别。那智真长老啊，五台山深山以内，你别看十方主持这庙里头养着那么些人，是比较清修或者说苦行的一个高僧。那么东京大相国寺智清长老甚至于说办了正课，经常的能进宫，皇上老请他。这是到什么时候呢？到了宋徽宗继位了，道君天子，他比较迷信道教了，对于这个佛教才稍微的差点，所以智清长老最近不太得烟抽，比原先那个权势啊稍微差点，那在整个东京汴梁城人物自豪。智清长老了不起，那庙产多了去了，手下的和尚徒众有的是，善男信女数以万计，了不得。所以这庙这个阔，那就甭细说了。山门以内把自己东西撂下，把推荐信连自己的度牒全拿出来，直接够奔知客寮，就知客僧待这屋。那不是一个知客僧，这么大庙门口就一人，哪忙得过来呀？大家伙一瞧外边进来这僧人，胖大魁伟，相貌凶恶，一听呵，好一个凶僧啊！敢接过这介绍信一瞧，哟妈呀，大辈儿！一看这个入行的年龄啊，1年多，怎么这么大辈儿？刚皈依啊，怎么这么大辈儿？好家伙，真的假的不知道。人家点名道姓要见方丈智清长老，您少带，知个僧可就去回禀。走了身，俩眼烂学嘛，这么一瞧，呼，这庙里的出出进进这人呐，络绎不绝呀、啊！哎呦，烧香的、还愿的、许愿的、办事的、找人的，也有僧，也有俗，也有出家的，也有在家的，还有做小买卖的。那说要做小买卖，当然了，那庙后头住的什么人都有。庙会，庙会哪哪来的？没有庙哪来的会呀、啊？这个有庙的地方，拿北京来说，五坛八庙过去都是热闹地方，那老百姓都知道。初二哪儿？初二好比隆福寺，初二、初三、初四、初五护国寺。你看我打小就接触这个隆福寺、护国寺，人现在的年轻还都密克斯、威克斯啊。你说我这跟人差距，所以就在这儿。这时尚的、时髦的词儿我也不行。那个有庙的地方都热闹，鲁智深呢好热闹，贪看热闹。过了一个行童，行童就是小沙弥、小和尚。阿弥陀佛，师兄随我走。师兄是官称啊，你要按佛家语来说，叫师兄不一定非得是一辈儿的，他也不好吝，除非老师给引荐过，这叫师叔，那叫师伯，这个怎么吝可以。那么要和尚见和尚，互相的叫师兄，这不算过分。师兄您随我来，这才拿自己的行囊包裹带军刃，赶他带着这两样家伙一进庙，大伙儿瞅着就扎眼。这和尚本身长这样就凶，再带着兵刃家伙，大伙儿瞧这干嘛的，一直给让到佛殿之上。长老还没露面，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写智清长老让鲁智深等这么大时间，由知客这屋里头一直让到殿上还得等，这就是要突出智清长老这派头。大相国寺的长老不是一般的人物，您坐这等吧。好，师兄，我得说您一句。说我什么？您得把您这刀摘了，这还挎着戒刀呢，连您那禅杖搁在殿外头，这个见长老不合适。哦，是是是，
鲁智深就纳着寒气儿，怎么那么麻烦呢？把戒刀摘下来，连长杖带包袱，往垫脚一放。哎，您这包袱里头有没有坐具？拿出来呀、啊！您坐这等着，他这不就出来了吗？我且呢，现在长老正在会客呢，这一波一波哪能说您来了每天等着您？哪有那事啊？您坐这等会儿，您有香没有？点点香。鲁智深一道也没点香，打开包袱二次拿出来自己的坐具，往这一铺，拿这么一个片香，原文就写的片香信香，拿出来就着殿前灯点着了，就拿手这么举着往这这么一坐。他真是席地而坐，他不是盘腿五心朝天那么坐着，也不是双掌合十，他就大模大样往这一坐，席地而坐，举这片香跟着等着。无忌六兽也不知道自己算干嘛的，知客僧在旁边捂着嘴乐，一瞧这位啊门也不懂，呵，等这功夫还大，这香都快烧完了，这才听见佛像后头一声轻嗽，嚯，老和尚派头大了，钟鼓齐鸣，有知客僧过去赶紧搀鲁智深，师兄您起来吧，长老出来了。哦哦哦，这怎么办？这您递给我，我帮您插上，这得把这信箱给插上。转过来，这个老和尚大红偏山袈裟呀，慈眉善目的，双掌合十，哪一位是智深长老？想我那师兄多日未曾给我来书信了，今天领了他的法旨，要见一见这位师弟。这才把智深带到面前，智深拜了三拜。原文写知客拦住，就是磕仨就得了，那要不拦呢，他许磕四个。鲁智深全然不懂，应该磕几个不知道，所以金生叹批，批的有意思。他说：“你这地方如果要不拦，指不定他给他磕几个呢。”你看他在这个细的地方观察的很到位，磕了仨，知客拦住，您别磕了。大伙儿的这个意思啊，这个看法呀，智清长老也有。智清长老偷眼观瞧，怎么长这样？我这师哥怎么给我推荐这么一人呢？瞅这意思，这不像修行之人呐。简单客气客气，可就把书信二次呈上。这是智真长老给智清以师兄弟的这么一个关系写的推荐信，主要的内容就是把他的履历一说，倒是没说瞎话。最后恳求智清长老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无论大小，在寺里给他一个执事当，皆因为你这儿啊庙大，工作岗位多，随便给他安插一闲差。我那实在我是庙小容不下大菩萨，主要是这意思。那智清长老够火候了，不能看完这个大惊失色，大呼小叫，不能那样，心里的不乐意。看完师兄的这个信，老大不高兴，为什么？这个人身份不明，根本就不是出家人。二一个身上有案，虽然说您这信里边写了，但是很含混，估计贪的事儿不小。那智清长老看问题，他不能光看鲁智深一个人，他得考虑他在庙里头上上下下所有的关系。这个人进庙，我给他安排这职事，安排在哪儿？这个人给我这庙里边能带来什么样的利益，能带来什么样的损失？他是一个大庙的方丈，说现在话抓总的人物，他考虑问题考虑的多呀。那么智真师兄，您这里头含糊其辞，有点闪烁，那么这里就打着埋伏，这人贪的事儿没准还大。其实他猜对了，智真长老管知道他头了，打伤人命，
好喝酒，好闹事，醉打山门，也就是这个。什么桃花庄醉打小霸王，桃花山上的偷人东西，火烧瓦官寺，这些恶劣的行径至真长老都不知道，那么至清长老不知道也能算出八九来。再一瞅大家这态度，瞅着这人都瘆得慌。这位坐着不管了，瞪着俩大眼睛胡学嘛，看这模样就不像个出家人呢，脸上没带着了，心里不乐意。我这师兄你那儿搁不住，搁我这儿了也不成啊，我也没法安插呀。吃饭了吗？那说这不成白话，您这就得说白话。你看老百姓北京人见面吃了吗，这话您别听俗，形同废话。我没吃呢，走吧跟我家吃去，没这人。这是客气话。吃饭了吗呢？没吃呢，那您也该着了，都这么说。没有说走马路您没吃就跟我回家吃饭去，那成吗？您别听废话，但只能问这个，这都是民俗，你不问这你换别的词儿也不成。你见面就问怎么样，睡得挺好的，你管着管不着啊。您的室友挺好啊，您的月挣多少钱，听说退休费又涨了，给你涨没涨，这问不着。什么多大岁数，结没结婚呢，有没有孩子，这得过说才说呢，不过说头回见或者说一般泛泛之交都谈不到这个。人家问吃了吗，没毛病，这就是民俗客气话。吃了饭了歇会儿，没吃饭领他斋堂用饭。鲁智深听别的老姚一听吃饭，这地方从来不打诳语，没吃，没吃，领他吃去。行童过来，小沙弥，师兄您跟我走，领到斋堂那儿吃饭。他吃饭，剩下的所有，这个地方原文写一句话，各位要注意。当时召集两班僧人，两班那就文武两班的意思。咱们一再要强调，至清长老的这个权势可了不得，这个庙太大了。而且直接跟皇帝能勾上关系，就是说白了吧，直接就归宋天子领导，没有能管至清的人。率着两班僧人来到方丈，方丈室以内按着班位大小的职务这么一坐，把这个信还有鲁智深这个身份往这一搁，看见没有，想我那五台山文殊院的至真师兄，好没有道理。这就是打至清嘴里直接说的，这事办的不对，他那儿容不下，怎么搁我这儿来？你们大伙儿可以看看这封信，大伙儿这么一传阅一瞧，那对了，我们瞧着这位就不像善茬儿。咱们这儿怎么安排呀？给了一什么职务？师兄既然来信了，给低了不成？你让他随随便便的找一活干，说是勤杂工也好，什么也好，扫地什么的，他嫌小。你真给他大了，他干不了，他还惹祸。哎，这个我还很为难，费脑筋。你们大伙儿帮我想想，真有脑子快呢。长老您怎么了？树林子里的放风筝，您老会绕住了，您起飞智。我也不是贼，我起什么飞智？你就说就得了。咱们城外头酸枣门外头挨着月庙前后的那儿有咱们一大片菜园子啊，那儿缺一菜头，现在菜园子里管事的那几位都上年岁了，最近听说呀有一帮泼皮无赖，有那么二三十个自称一伙，经常的上菜园子里边骚扰去，你要不是个强的横的呀，还真压服不住，管不了。我看这位行，干别的不行，干这个行。您看他这履历，打死恶霸，恶霸都给打死了，这几个小地痞流氓的他还治不了吗？又是个行武的出身，就即便惹出点祸来，在城外的，哎，这个很关键啊，那郊区跟市区截然不同，酸枣门外的那就汴梁城东京以外
又在东岳庙的庙后头菜地里头，他能惹出多大祸来？就即便真惹出大祸来，寺里来个一吹六二五不认识也就完了。说这是我们啊聘用的合同工，这不在我们大相国寺的编制。哪儿出的家？五台山出的家。您上五台山找去，这我们临时工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智清长老一听，高啊，好，让他管菜园子，这不错，行，这个意见我觉得大家商量怎么样？都寺监寺，各位首座，什么叫维纳呀、侍者呀、藏经阁的，包括这几位中等执事、下等执事的管事的，大伙儿一听，同意，全票通过，好吧？看他吃完饭没有？吃完饭，把他给找来。鲁智深正好吃完，这才来到了方丈。进门以后，二次见礼。智深呐，既是有我师兄的这么一封荐书，你又是个有德行的，那么现在我委派你个大执事。哦，阿弥陀佛。鲁智深一听，罢了，得有面儿，对不对呀？咱得过得去。给我来个什么大执事？就是咱们城外头啊，东京汴梁城酸枣门外头有个岳庙。哦，岳庙是老道庙，也归你们管呐？啊，不是，这个东岳大帝也不归咱们管，人自成一家。庙后头有一片菜园子，占地可不小，那是咱们相国寺的庙产。哦，怎么样呢？里边有种地的，种地道人，还有菜农，足有这么百十多口子，这都归你管。你把现在的菜头换回来，你负责这菜园子。啊，别小瞧智深，这个菜园子出相可是不小啊。每天你就让这些个种菜的把菜敛好了之后，当然呢过去没有大棚，都是时令菜，就是下什么往庙里送什么，供庙里边十担青菜，下剩的都归你，你怎么样的安排我就不管了。各位您听明白了吧？这是一出家的长老说的话吗？许之以利，诱之以直，这就是智真跟智清两个和尚的区别。在五台山的和尚还不错，而且瞧得出来智深有慧根，智深日后能够成正果，在这个信里边也提到日后此人必成正果，一定要帮我维持住收纳他，言辞是很诚恳的。当然智清的听了大伙的话，他又处在这么一种环境，他对待鲁智深说给一大执事，这是诱之以位职位，再有就是拿这个钱打动你的心，你承包，你往寺里边一天交十担菜，剩下都归你，这个利润可不小，你好好管，那你不就在东京站住脚了吗？事儿是这么个事儿，您作为一庙方丈不能说，按说是这道理，出家人嘛，哪知道就这鲁智深还不乐意。鲁智深一听，一撅乖乖，我说长老，那封信您瞧了没有？我瞧了。我这么大能耐，你那么大能耐，不是就给我来个菜头啊？我不干，要来呀、给我来个都寺监寺，我干个，咱们哥俩我帮着您好好的一管理这庙，您看怎么样？智清长老一听这就来了，你跟这个人说话不可以礼遇，说白话吧，浑人。哎呀，
不是不能让你当，可以。头一样说呢，庙里头现在您说的这个位置啊，都有人干，而且咱这庙里呢是晋级式的，督祀干得好干监祀，监祀干得好呢当方丈，那么现在这督祀我要给了你，他就得当监祀，监祀呢就得当方丈，我干嘛去？为了你我得搬家呀。这是头一样说庙里头有规矩。二一样说呢，您来了纵然有本领，您叫寸功未立，谁知您有能耐？您的管理才能在哪儿体现呢？在基层体现，这就等同于挂职锻炼一样，您先下去接触接触基层的群众，大伙儿看见了，哎，您确实有才干有本领，那么我们在委以重任的时候呢，群众接触好，大家伙才能投您的票啊，才能赞成啊。那领导也是选举上来的，不能我一言堂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呀，这不能破坏制度啊，是不是？人事有人事的制度，组织有组织的制度，胡来不成。哦，是是是。那我这菜头是怎么个意思？知客僧旁边一听呢，这也不乃庙来的，庙里的规矩都不懂。我跟您说说啊，像头等的执事，除了方丈、首座之外，大和尚，像您说什么督祀、监祀、维纳侍者呀，这都够头等。中等的呢，比如说藏经阁，那叫藏主；管殿的那叫殿主；管这个洗浴的那叫浴主。那说洗浴这单有一主吗？哎，对了。和尚洗澡或者善男信女晚上住到这儿，这个很关键，这不是瞎洗的，这个庙里头有规矩。当然了，我不懂，我就不给您细说了。这还算中等执事。那么末等执事呢，虽然说是当大差事，但职位并不高。你比如管塔的塔头，管吃饭的这叫饭头，像您这管菜园子菜头，管厕所的那叫镜头，等等等等，各位头。再往下了，那叫什么烧火的呀，火工道人呐，做饭的呀，哎，包括这个知客呀、行童啊、小沙弥，那都是小和尚干的。像我们这个职位在庙里头多少年了，还不如您了。可是您呢，干这个菜头干得要好，好比说到一年了述职的时候，大伙儿全票通过，把您升个塔头。又过二年，大伙同意塔头您来个御主，您啊不管塔管澡堂子了，哎，这回行了。再干二年您不错，给您来个藏经阁的藏主，这您就中等执事靠上了。过了这么几年，您确实干得好，给您升个督祀，那才行呢。鲁智深一听，哦，总算有个出头之日吧，在这地方就是混年头啊。哎，得了，有那么句俗话啊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混吃等死。我要到你这岁数是不是也就当方丈吗？啊，对，差不多吧。合着我这么些年就混过来的，那听你这意思，我这岁数大才干的这个呗。啊，行行行，有派就行啊。哎，正哥的，我什么时候奔这菜园呢？怎么也得给您接接风吧。哎，晚上安排他在方丈室里边住，这个规格高了。头样说这辈儿得合适，皆因为我师兄破格把你收为师弟，你本来本师是至真，那么你得再至真下一辈儿。本师是至真，说我们这个行话叫代拉师弟，不敢收徒弟，因为你的这个替主是大财主，庙里边惹不起，看在赵员外的面上拉你做师弟叫至深。至清这儿呢也是这辈儿不敢怠慢，所以晚上在方丈室里边住。打这儿说吧，庙里的上上下下对的都很客气，这儿有监祀行宫事，这您听明白了，厉害，登京大相国寺的法旨可了不得。两张榜文，一张贴出去挂在大相国寺山门以外，另外一张有和尚专门送到了菜园子，在菜园子以外的一张贴，通知菜园子里边现在的老和尚这几位菜头
收拾铺个卷儿，回寺另有委任，新菜头拆下来了。那位说这几位乐意不乐意？太乐意了，本来争着抢的，花钱运动谋这差事。您琢磨琢磨，每天十担菜就完了，剩下哥几个一分。现在不成啊，来一帮流氓，天天霍霍，这几个老和尚真盯不住啊，眼看着亏损呐，十担交不上去，这玩意儿包干啊，责任到人呐，承包制啊，每天菜农就收上八担了，那两担就得自己掏腰包补，你勒菜农没用，大伙儿跟您扎子手干瞪眼，您说白说，为什么？您看没有？眼看这菜长得了。连叶然都拔了去了，您呢申请回总部，让东京大相国寺派武僧保护菜园子。菜头一听，那得多大动荡哦，寺里边派一班武僧来，派200武僧，倒是把这儿保护了，这200人每天得吃多少，这都得菜园子出啊，不能庙里头出啊，那不成挑费这大的。这些日子连着好几个月，连着月的亏损，这儿正着急呢，烫手热山芋送不出去，本来是肥差，现在成苦差了。一听说上面委派能人或智字辈的长老，那有能耐，我们乐得清闲，回寺干什么也比这强。两张法旨贴出去，多大事份，人还没动呢，先得出去，这说现代话叫公示，让大伙瞧，这庙里的规矩可不小，不是说随便派一人到那一说就完了，回来全都禀明。智清长老这才同着智深吃罢了晚斋，两个人一块睡觉，暗含着有这么一体察鲁智深这个品行，知道给他搁城外头这事儿算对了，这要留着东京大相国寺，你知哪天皇上来啊？那时候皇上好溜达，太好溜达了，甭说庙了，那地方他都去呀。您往后文书听吧，咱们这书热闹了，指不定哪天来，这主要惊了圣驾，那还了得，远远的给他发出去。智清长老第二天早上隆重欢送会，自己把这个信原封不动连肚蝶带给他的东西还给他，另外新送一身僧衣，一双僧鞋，一个僧帽，一副袈裟，所有的他的用的东西全是新的，什么说现代话生活必需品吧，铺盖呀，枕头啊，茶缸子，水缸子，漱口缸子，连牙刷，那年头有牙刷的，就这么一说吧，手巾都是新的，全套都是庙里的出，给智深办了一份，派一个人亲自领着去交接这个差事。鲁智深呢，真得说心花怒放，一路上的担心没有了。怎么意思啊？庙里头多难受啊，菜园子没人管呐。我一听他这菜园子这么大个，出十担青菜就完了，剩下就都换酒肉吃了。那现在好几个菜头呢，就我一个人，我一人怎么挑费也比他们少啊，太自在了。顺着这个官箱往外走，呵，鲁智深一瞧，跟城里边的繁华自有一番不同。城外头田园风光，行行走走，走走行行，猛然间一抬头看一段红墙碧瓦，那是什么所在？大师傅，您看见没有？那就是东岳庙，庙墙后边您看看，影影绰绰的啊，那是杨柳梢头，对，那就是咱们菜园子的树。过了那段院墙，就到咱们菜园子头前带路。这一绕啊，鲁智深傻眼了，怎么意思？感情这菜园子这矮土墙啊，长了去了，天然的有那么一道小河，经这菜园子而走。和尚就把它盖在菜园子里头，为的是灌溉用。骑着这河起的院墙，菜园子外边这个墙啊，年久失修，坍塌了。有的呢，就让泼皮成心的给吐到豁口，
就为晚上进去啊偷菜方便。菜头组织人修了东墙，他拆西墙，补上西墙他又拆东墙，这窟窿老补不住，也搭着年头多了，有的地方已经塌了，干脆菜头啊不修了。鲁智深这一绕绕烦了，哎，我说大门在哪儿啊？那要真懒得绕，咱顺这墙翻过去也行，早跟我说呀，翻墙翻墙，您这么胖翻得过去吗？啊，你先翻一过瞧瞧。哎，小和尚扒墙头，鲁智深怎么走到身后的，拿手一拖他屁股，你过去吧，顺墙头把和尚先扔过去了，把自己的东西一卷往过一扔，就听那边哎呦一声，您倒瞧点我呀。鲁智深倒退几步，一片腿飞身上墙头，那么说胖大魁梧，好功夫大了，也搭着墙有豁口，再矮点，片腿上墙，纵身行，涮腰过来一看，哎呦呵，鲁爷高兴，在墙外都不知道，一到这边一看，养眼吧，绿油油一大片的，什么都有，各式样的青菜，七梗纵横，水沟环绕，当中架这一股水，又清又澈，弯弯烟烟的，呵，田园风光。嗯，伸手提包袱拿架子，走走走走走，看见这片菜就想喝点门。为什么？一看这小萝卜，恨那萝卜缨子那么长，刚长出来，这要把小萝卜一会儿一烧，萝卜缨子一蘸酱，哎呀，这没急呀。小和尚不知道，他馋虫上来，您跟我走吧。小和尚领着到这菜头，那屋子头里一瞧吧，呼，七八间房连塌了两间了，剩这几间也没好好修，几个老和尚呢东西都拾掇好了，第七在门外的迎接新的长老，阿弥陀佛，又岁数不大，挺年轻，三十多岁，四十一大关吧，这家伙相貌够瞧的，对，他来了，对，他来能治得服这帮无赖，这帮地痞无赖太难斗了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大家都给智深见礼。智深那大模大样一撇嘴，他那人，咱们打智深出场开始，这人就不懂得客气啊！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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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也不知道菜头多大官，哎，拿自己当领导了，迈步进来把东西一搁，小沙弥给介绍，几位头都见见吧，这是智头啊，智头，智头，这几位头，这都回去了啊，回去好，回去好，回去好好干，听见没有啊？你们要不把这菜园子管理成这样，上面能派我来吗？是是是，主要的困难是什么呀？主要的困难，您看这院墙，我们这屋子都坍塌败坏，您看这屋里都没整家具，您瞧您喝水这桌子，你瞧这什么桌子，驴槽啊，翻一个往墙一顶，哎呀，你这个太寒酸了，庙里头那个家具我看不是那样啊，我昨天晚上在方丈的那个方丈室里边睡了一宿啊，睡的就那罗汉床啊，那黄花梨啊，那是那说准是黄花梨的吗？那么说不解穷吗？您琢磨大相国寺那能寒酸得了吗？方丈室里边都是好东西，他的屋那么阔，你们这睡的也太差点了，这连整家具都没有。嗨，人家是谁我们是谁呀、啊？人跟人别比，是不是这个什么除了缺钱之外呢，现在园子里头啊，这个出产不是很丰富，每天呢十担菜都不见得凑得上。怎么？我拿眼一瞧，这一大片连十担青菜都凑不上。要净说出产凑得上，架不住有人霍霍。什么人大胆，侵吞庙产，他前来偷盗不成？有一帮泼皮无赖，有那么二三十个，每天喝酒耍钱，赌输了没地儿去，就拿咱们这菜园子撒法子，我们几个是禁令不住。他们都怎么霍霍？连偷带抢啊，你还别招，千万别惹，真防范严了，黑白天我们几个一值班，他可就出损招了，整桶的整筐的石灰给你往井里边倒，您说那玩意儿又吃水又浇菜的都给霍霍了，多少天都用不了，且得往外逃呢。
那个刚长得了菜还没熟呢，他就都给你刨了，扔的一地全都是。他不光吃的霍霍你，再有一个他指着菜园子外边是坑蒙拐骗。那说这帮地痞无赖，他们指着这菜园子有多的进项好，您可不知道。这二十多人不是说偷完菜回家吃去，那就不叫霍霍了。为什么？二十多人咱满算那二十多家，二十多家人一家按五口算，也就是一百人。一百人啊跟庙里的比那人差远了。十担青菜是供庙里边1000多和尚吃的，二十多家的人一家五口呢，百十多口人呢，也就一担青菜就解决了。他不是说让庙里偷完了回家吃去，他卖，他卖还不是好卖，哄抬物价，连蒙带炸。你要卖菜都是，是力气活，挑这一挑，一挑青菜，200斤也行，300斤也行。您听相声，您都知道。你要拿北京串胡同，嗓子得好。香菜辣青椒味，够松嫩青扁豆茄子黄瓜酱，这么一吆喝。那说你怎么不接着吆喝？这后边有专家也提出来，香菜辣青椒，茄子有茄子了，后边还有一个。卖大嗨茄俩茄子，所以专家高人把后面那改成小白菜。可是我呢，从小按那大嗨茄那么背的，能让我到那小白菜那儿呢，我还不会，我还唱不下来，所以干脆我也甭往后唱了。那我们都是从小听侯先生那录音，就俩茄子这录音，这么着背惯了。这是力气活，那台词里有，这一挑挑起来200多斤，压的肩膀疼。这些卖菜的不是，这些地痞无赖呢，他也会摘，什么鲜什么下来，他摘什么，摘不着那刺的，那磕了碰了的，有皮有褶的，那不摘，摘好的。好比香瓜下来了，找了绿的，摘十来个；找那白的，摘十来个，拿清水都洗干净，上面一点泥都没有。白手巾把这香瓜擦干净了，弄一木头盘，绿的一排，白的一排，绿的一排，白的一排，码这么两排，上面单粒撒这么几个山了红，重新二遍烧清水，井拔凉，这个水珠是胆子上头的，甭吃，这一盘香瓜端出去，谁打这一过，买不买的你瞧着心里边痛快。五黄六月骄阳似火，你打着一过，看完这盘香瓜，你当时这心里边凉半截儿，就觉着痛快。那生意做到家了，也不吆喝。刚才我说这卖菜的吆喝，就没有唱歌那么好听吧？最起码你得喊卖菜嘞，卖菜嘞，黄瓜，黄瓜5毛1斤，5毛1斤，5毛1斤，土豆6块钱一堆，你甭管喊什么吧，你得喊呢，得吆喝。这帮人不喊，端着这香瓜在胡同里边坐着，找阴凉地儿晒不着的地方往这一坐，你打这儿过，你问他他都不理你。像那一般的穿的不系的打这儿过，香瓜卖吗？废话，不卖跟这儿摆着给谁送去？哦，你瞧不会说话啊。卖多少钱呢？甭打听，你瞧，你不是卖我打那怕什么？不是那意思，哈哈哈哈。我这香瓜您要买呀，不上算。您听这话说的，不上算，出这口往那边拐，那儿有集，有老乡，背大口袋，挑大筐，那也卖香瓜，他那比我这个又便宜又好。您可别瞧品相，别光看样式，他那就是土多点脏点，您到家拿清水洗干净了照样吃。可是我这香瓜呢，您要买啊比他那稍微贵点。那个暗含着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吃不起，你也甭问，这个也不是主顾，褒贬是买主，叫好是闲人。旁边一看，你瞧这香瓜多好多水灵，看着那么凉亲亲的，买俩，这都不买，站着净叫好，
真一问价就碰了。那么这十来个乡官他卖谁呢？单长这穿的阔的，有钱的，最好再领一孩子，在家里边早上起来闲着没事儿，跟大奶奶逗咳嗽。咱们今天吃什么呀？吃啥来了？吃河南开封的吗？东京汴梁城。大奶奶说吃羊肉烩面啊，好饭，羊肉烩面。那酒菜弄点什么呀？恁自己看着办来。来拿钱，拿钱，领着少爷出去，连把菜给带回来。哦，好，拿着这钱，领着孩子晃晃悠悠刚出口，卖香罐的站起来了。哟，大爷，您好啊！啊，我不错。你这小少爷多好，虎头虎脑的，得有八岁了吧？我们这孩子五岁，五岁长这么大个子，家里边饭也好，孩子嘴也壮，甭多了，再过二年就是您的帮手啊！啊，借您吉言，挎着筐拿着钱，您干嘛去？上街买菜。您瞧瞧我这个，说着话，把这盘香瓜可就给递过来了。孩子一瞧，爸爸这好买。大爷一瞧还真好，白的一排，绿的一排，呵，你琢磨琢磨这香瓜上撒几个山龙，这玩意儿多养眼呐，好看呐。你这香瓜多少钱呢？您再瞅这小地痞卖香瓜的一呲牙，哈哈哈哈，多少钱？干嘛呀？问问价我好买呀。您怎么了，大爷？您不要紧的，骂我一样啊。别人吃要钱，您吃还要钱吗？哪儿的事啊？您什么没吃过呀？您真正吃过见过，那真正是有钱的人物。就我这几个破乡官还值当着您问钱吗？可话要说回来了，我哪儿挣不出几个乡官钱来？您吃我乡官给我脸呢？好，跟您还敢要钱？没别的，白送，提一个钱都不成。您把篮子给我。说着话把篮子接过来，绿的俩，白的俩，轻拿轻放，四个方方正正，整整齐齐摆在篮子里头。轻拿轻放，俩山了红往扶头一摆，哈哈哈哈，大爷您瞧，四个够不够啊？吃不了啊，那香瓜也就是我一会儿吃完羊肉烩面喝完酒拿着爽爽口啊，才再吃一会儿，回家来一个，大奶奶来一个。可是一姐，你要是不要钱我可不懂。您怎么了？您又提钱？您再提钱我急了，我哪儿挣不出这几个香瓜钱来，拿走吃去吧。我要要您一个子儿，我不是东西，不够人格。大爷一听，我这兄弟说话是真好，咱听着也听，四个香瓜当得了什么呀？你要不要钱我还真不能拿走。哎，不给钱我吃你的香瓜不是人。哎呦呦，大爷大爷，您把这句话收回去。好，您敢说我可不敢担，吃我几个香瓜您老爷不是人哪行啊？非给钱呐？非给钱不可呀？嗨，香瓜嘛，咱们这个您还别说，真正啊旱沙烟那掉地上摔粉粉碎，您咬一口啊，又干又甜又酥又脆，确实比口外的赶大集那背大筐的那个强。可是呢，卖别人贵，卖您也不能贵了。得了，您既是把这话都说了，拿我这香瓜纸起誓是不是？我收个本吧，香瓜啊您给2两6钱银子一个。大爷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呀，大爷站着直翻白眼啊，架不住这孩子还直矬的，爸爸掏钱买。这个卖香瓜的老损了，自这孩子要你多少钱也得买，孩子哭死与他没关系，宁要跑了不要少了。你再有势力，没有说杀卖香瓜的王法，说我卖的贵，你到衙门把我送了，就地把卖香瓜的正法。
大宋朝法律条文没这一条，瞪脸还算账呢。二两六钱一个，删了红蒜饶的四个，四个是十两四钱，干嘛还十两四钱呢？四钱钱零抹了，干脆四个香罐，您给十两银子，交您这朋友，下回您还得照顾我呢。有心领着孩子莫偷走，爷对孩子哭，心里不忍。再有一个，拿这香罐不给钱，不是人呢。这十两银子拿出来，往过递呀，真心疼啊！他不伸手，老着脸子含着您，干嘛？您拿那多少，我还得找您吧？要是您拿多了，我可找不开，我只能找您相挂。不行，不行，在家过着等着，整十两，好，好啊！怎么卖的我怎么卖别人。少卖一个子儿，你都不是东西。大爷这叫闲话，领着这孩子怄气，递了这四个香瓜俩山了红，进口回头还瞪他一眼，那意思真他妈不是东西。卖香瓜的皮糙肉厚，在这站着面带微笑还目送呢，一看回头拿眼瞪的，不够，够够够。够到家连篮子带香瓜呱唧就往那一拽，大奶奶不知什么事过来先看孩子，哎呀，嫩爹给嫩买啥嘞？孩子也学不上舌了，净比划，我看看我看看。大奶奶过来一瞧，篮子里四个香瓜俩山了红，这是啥嘞？嫩买的这是啥嘞？香瓜不认识，四香瓜俩山了红啊，菜嘞没买，欠呢花了，那买啥嘞？这四个香瓜呀、啊，花多少钱？十两银子，十两银子那买四个香瓜，中午吃啥嘞？吃啥？熬他妈香瓜吃啊？吃什么？大奶奶一听羊肉烩面配熬香瓜，这叫什么饭呢？这叫外边拿四个香瓜能卖出十两银子，您琢磨他能不偷庙里吗？这帮人他厉害在这儿，不光偷抢，不光霍霍你，外边连蒙带骗，你还别跟他瞪眼。想打架他们人多，老和尚又不行，出坏主意使坏门，斗不过他们。哎呦，这几个和尚这几个月可惨了，七一嘴八一嘴，大伙跟智深这么一诉苦，鲁智深听得直冒火，心里起急啊！打住！鲁智深心里话说了，这没有别的办法，揍，露头就揍他，来一个揍一个，来俩揍一对儿。有多少人呢？得有二三十人，说清楚了，二十人、三十人，三十人一大关，还一大关。甭说三十人，千军万马岂奈我何？走吧，带着您上菜园子里边转转悠，您瞧瞧豆豆。不，甭管了，走。鲁智深烦了，小和尚跟几个菜头一瞧，那你充能耐梗，那你来吧。一施礼，自回寺中复命，搁下暂且不提。鲁爷一瞧菜头这屋里没地方下脚啊，什么破锅烂碗的，有值钱也不能给我留下啊，去他娘的全不要了。好在自己这铺盖是新的，刚把铺盖给铺好了，这恶劲儿也觉得有点上来了，禅杖借刀放在一个地方搁好了，外边呼噜呼噜呼噜，种菜的全来了，干嘛？给新菜头请安来了。大伙到这连作揖带鞠躬啊，菜头您好，菜头您好，这里边有种菜的道人，也有当地的菜农，大家伙把鲁智深奉若神明，寺里边已经贴出告来了，听说换了智长老您了，班辈也高，德行也好，我们大伙可失指着您，我们受苦受太多，别说又是这套，哪那么些个废话呀？哎，每天食淡清淡，剩下的咱们商量着来，寺中每天有人去送菜，那么要有人霍霍呢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全在说样。大伙儿一瞧，
您这大大咧咧也不成啊，这帮人可厉害，这帮人厉害好啊，这么着得了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别等他们找我，你们有认得的没有啊？有认得同着摔家我先找他们去，我把他们先都给打服了，不就完了吗？20多人您一块儿，20多人干嘛呀？都问清楚了，没事儿，吃饭吃饭。大家伙一瞧这大不大懒这劲头，那得，我们先伺候您吃饭吧。刚转身要往屋里走，同志们可了不得，辕门以外闹闹吵吵，走走走走走，来了新菜头了，听说是智师傅给智头请安，你给智头请，呼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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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啦头，20-30个泼皮无赖从外头这一拥而入，手里边还真抱着几个蒲包，滴了这么2瓶酒，围头两个人，一个叫过街老鼠张三，一个叫草和蛇李四，这两个人算个头目人，俩人互相一打眼神，带领众泼皮就撞进菜园子，把菜农吓坏了。这师傅，这师傅来了，来了，就是这帮啊！哦，鲁智深一看这20-30个泼皮，不由得心花怒放。来得早的，不如来得巧的，就是我上任发个好利是，在这儿我就报销尔等。迈大步，迎着这帮人往外就闯。这帮人打外边往里正来，怎么那么巧？正走到粪窖头了。菜园子里可离不开粪。除了萝卜全都得浇粪，大萝卜不上粪，这粪窖满满约约逛了逛当一池子好肥，众泼皮一瞧，呵，枝头威，你算到站了，正打算把你框到这儿来呢，你自己溜到这儿了。众泼皮不带笑也带笑，堆出这么一副假面孔，嘻嘻哈哈，半包围是往上这么一撞，要抢鲁智深，同志们，这才引出来，鲁智深是倒拔垂杨柳。